后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演唱会其实都是要付钱的，除非你有缴什么学生会费，会可以免费换票。之前是这样，我那一届。然后或者是你没有缴学生会费的话，就可以就可能付不知道多少钱。但是现在就是有缴会费的，然后还是要付钱。应该是说这部分就是他既然是毕业生，就是毕业生，这个活动属于他的这样。对，是已经属于他，而且有缴毕业会费的。然后这个部分你怎么看？这部分可能就比较不合理一点，因为我就觉得你毕业生，然后你有缴会费，然后还要收钱，就有点。这可能就会降低我自己去参加意愿，不管是尽管是就是明星请多好这样子，我就觉得有点，就可能他们自己应该也要知道，就是你收多少钱，就是要花多少钱办多少的规模这样子。如果你想要办大，又好像向其他学生收钱的话，可能就有点不太合理。又不是来探讨，又不是什么记者会之类的，那我们就来听他唱歌嗨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干嘛去 care 这些啊？的确，他如果有其他的人品上问题，或是其他言论上的问题，你可以不要来了。对啊，我们是来听他唱歌的，也不是开什么检讨会、记者会、什么澄清会之类的，所以其实还好了。单纯如果以校园演唱会来讲的话，也是没关系。对，其实我到现在我只知道早鸟票800块，其他票价我还不知道。好像是最便宜也要400。那400块你觉得是？可是我觉得是两天还是一天？可是400是一天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有给戏学会的钱哦，就是我觉得如果收费的话，会不会有一点不太妥？我有回去，对，因为你是因为你也算是毕业生嘛，对对。如果是以毕业生的角度来看，然后你是毕业生啊，只是这一场演唱会是你又要再付钱，对对，就对，我就觉得我们因为我有问很多大三嘛，都不太会想要买，因为对吧、啊？我明明就有缴戏学会费，然后为什么还要再给钱啊？为什么去年就不用？为什么之前的都可以不用钱？我们艺人在一开始是有发放一个表单，然后透过这个表单的结果去邀请这些艺人这样。表单结果呈现嘛，就是还是要看我们的预算，因为同学们就是要就是他投出来第一名，我们也要看我们请不请得到啊，还有艺人自己本身档期的问题。对，不过基本上我们都是照着表单就是民选出来的结果去做执行这样。我想以我们主办方的立场，应该是说这些算是艺人的个人行为，但是我们不否定他们在演艺事业，就是唱歌这部分的成就。那我们也是就是认真的去办好一场演唱会，去服务所有的同学这样。付钱看演唱会吗？对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一场活动就是学生办活动嘛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只能自己筹。那如果大家想要一个很好的体验的话，我们收费是就是在所难免的。不过我们对于毕业生都有一定的回馈，这样我们是有做出急剧差别的。对，